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ohn。今天我要呈现的就是 Mojito， 因为我是来自 Piano Solo， 只是学了大概十一堂罢了。然后为什么我选择比卡布呢？因为我觉得比卡布老师其实全部都很 friendly， 然后又很靓仔，又很帅，很美这样。然后还有就是想，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你要学的东西，就好像我本来是一个完全没有音乐细胞的人，然后什么基础都没有的，但是我至少今天还可以把一首完整的 Mojito 弹出来，所以我觉得不错不错。然后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学习儿童音乐的话，你可以找 Bigabu 哦。可以，谢谢大家。可以随时自己开始。